一个固态硬盘，这个固态硬盘是那个256 GB 的，这个型号是 T10，那个这个是华南金牌的一个固态硬盘，之前买了一个 X99 的那个主机嘛，就是这个是一起的，华南金牌的一个固态硬盘，这是一套的。256 GB，这个是50块钱买回来的。如果你们想要的话，那个80块钱包邮，保证非常的好用。这个最大，这个是 SATA 三的一个接口，型号是 T10，它那个 rated 是 DC 加5伏1安，就是5瓦的功率，最大传输速度是6 GB 每秒。2.5英寸 SSD，那个这里还有那个生产序列号，原装正品。外观的话几乎是全新的一个状态，Solid State Drive。这里还有那个王明 Delicate Product。Sensitive parts inside damage may occur. Leaf socket, touching the circuits may cause manual function removal of this. Cover will avoid any and warranties. 这固态硬盘80块钱应该不算贵吧？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去那个平台上找我购买。我的平台那个账号是4个字的，不要搞错了。很多小伙伴的搜的都是2个字的，真为他们的智商着急。